很多时候换个发型，换个心情，所以我常讲，当你选择染烫的时候，尤其染发要注意几个关键重点。第一个，天然的，天然的雄厚对不？再第二个，显色度要高，不然你染了半天没有颜色，心情就没有看到啦。再来，最重要是要没有臭味，因为很多时候市面上的染发剂都会臭臭的，而选择没有臭味，会让你在染发的过程当中不会有那种担心害怕的感觉。